看一下。爸爸，来。那你在这里照顾一下爸爸，我去洗一下育苗。今天来晒一点育苗干。再加点菜咸，再加点南瓜花。南瓜花我是用来煮汤的。咸，再来点油，再来一点点猪肉。爸爸妹妹快来吃饭啦！你煮的什么菜呀？南瓜花汤。哦，好的，来吃吧，来，来，你们多吃点肉啊，妹妹也吃点肉啊。这花还是蛮好吃的。爸爸，我吃饱了。那么快就吃饱了？我先去腌一下那个玉苗了。那你去吧，我先吃饱先。哎，这太好吃了。